大家好，我是 Dr. King 啊。今天在 F 座1306康怡花园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天井位。其实呢，天井本来有个晾衫位都挺好用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天井太过污糟，所以呢就没办法用得到。另外呢，天井呢因为太过暗，所以呢大家都觉得不开心。如果我们可以在天井装个反光板，等这里光一点，另外再加上居民呢互相自律，不要掉那么多垃圾，等我们天井干净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善用这个晾衫位。大家说好不好啊？给点意见我啊，我是 Dr. King 啊。